为了追兄弟女儿，潜伏在他家超市上班。今天跟兄弟摊牌了。哎，兄弟啊，哎，你看你最近眼圈这么黑呢？啊，没休息好啊？啥事儿啊？哎，说说呗。那个喜欢个女的，哎，单相思呗。真的啊？谁家闺女啊？我看一看长啥样啊？我帮你参谋参谋。还没处上呢，就是我单方面的追人家，那女的吧，对我爱答不理的。哎，对你爱答不理吧？对了，啊，你这处对象初期吧都这样，你得别死缠烂打。啊，你得有气儿，不使那行钱那些。不过去了啊，你们俩唠。不是啊，那我跟你去啊。不用，你去我帮你上课。不是，我跟他去了。记住啊，啊，气儿不使劲。哎，好好好好好好。哎，副长，你戴这个红色手串啥意思啊？这转运的呀，我看看呗。别瞎碰，我碰埋汰了。哎，副长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光戴那个红绳没有用，你知道不？我给你看看手相。你还会这结果呢？当然了，你看，我老准了，不准不收你钱。来，说啊，我说那个这个爱情线有点浅呢、啊，这爱情线，你爱情线那块缺一块。嗯，你看看你手心这块，来，给我走。你看你手心这块缺一块，咋看出来的？这么看你看不出来，你找个笔、口红啥的，来，我给你画一下。不缺了吗？